本节目由料食彩真的纯真独家冠名播出，有跳跳糖的馋酸奶，好吃到跳起来。本节目由胡姬花古法小榨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赞助播出。来，准备好，预备，开始。我可以啊，真可以啊。这就输了，谁输了？这就输了。别，阿丽还在坚持，阿丽还在坚持，阿丽应该能扛的。已经流眼泪了，已经哭了。挺难，一分半太难了。他快绷不住了，阿丽。别干扰，谁也别干扰，谁也不干扰。你们先出去。这一会儿还能闭上吗？叫救护车吧。还喘气儿吗？你摸摸看看，很长了，已经满足了，可以了，已经满足了。别，我要挑战一下自我。看一眼丽姐能挺多长时间？这是怎么？我怎么还什么干眼镜？你是不是有隐形眼镜？可别那俩眼睛，隐形眼镜可别那俩眼睛。已经远远超过了啊，远远超过了。哇，这真的是厉害。哇，这个我确实没想到啊。太厉害了。你还说跟马没关系，这躺一地眼泪啊。哎，这游戏确实是啊，突破自我了。突破自我。我从来没想到我可以瞪这么久。确实。来，请把这个实用的洗澡椅。实用性来了。哎哥，我送你的。哎。来。你做，我没有权利做他。玛丽，你付出的太多了。不不不 不，你为这个游戏付出太多了。哥，别演了，快坐吧。哎，好，恭喜大哥拥有了一个洗澡椅啊！请出我们的下一件物品：电动文具三件套。这个我想要啊。他的拍卖条件是哭出来。哎呀，我们以一个60秒倒拍，1秒作为一个倒喊。请出镜，玛丽，46，46，哎呦，这海银35，我哭不出来。你现在就开始酝酿，我帮你喊着。玛丽31，天，我感觉你在这卖我呢。丽姐31秒了，我得拼一下。20秒，杨哥20秒啊，杨哥20秒一次，我摁你鼻头就行。可以，长板15秒，你们我摁你鼻头、啊。我摁你，这个15秒。有点离谱了啊！我们的目的是为了阻止他们再拿东西。OK， 我们也有。4秒，长远9秒，5秒，5秒一次。我长远4秒，没举牌，4秒了，成交，来吧，4秒，一下就过去了。一下就过去了，差一圈。这4秒咋哭啊？兄弟，行，你摁我，我认了。到这儿来摁、啊，既然是我举、嗯、我举的，我当众摁啊，当众摁啊。4秒钟，我看计时的啊，预备，开始。好，时间到。没有啊。酸鼻儿啊！行了，那就流派了，先惩罚一下。10个是吗？10个没错。一某劲儿10个过去。一个都不算啊，这个啊，一个都不算。那你自己叫的4秒，那有什么办法？他叫的4秒。你这一摁怎么就不算？都不算。哎呦喂！轮，要不咱俩均了吧？行。我来5个，我来5个。行，你来5个，我来5个。哎呀！4个。我抽死我了。最后一个啊！哎呦，这跟地铁里背了一个，真够意思。你在底下给这蹬好了不就完？哟！天哪，哈喇子都跳出来了，跟底下想的不太一样。哟！
哎呀！哎呦，看着都疼啊！请出下一个拍卖物：变声器话筒。它的拍卖的要求是座位体前屈，指尖超过脚尖的距离。你能行吗？不能。完了，我俩这柔韧度是完了。我就能到这儿。从零开始起拍啊。七厘米。七厘米一次。十五厘米，思思。你知道十五厘米有多少吗？不知道，先喊了再说。十五厘米一次。十六厘米。不行，不能让他们走。我们来不了了，那只能思思了。你得叫住他，要跑了，他们有意见了。十七厘米，十七厘米一次，多少？十七厘米是吗？来，成交！来，有请我们的思思这组啊，上。好样的，思思，看思思跳绳也行。哎呀，完了，这小子得二十厘米起。啊，他个腿子，他腿短，他腿太短了。可以可以可以，来思思，哎呀，你活动好了，我就帮你了。你活动好了，哎呦喂，你这个活动，哎呦，他有戏，哎呦喂，他是咱们最灵活的胖子，差不点儿啊你。来，预备，你先往那儿就是悠一悠，咱俩先往那儿悠。对对，有没有什么事？对对对，对，悠一悠，悠一悠。哎呦，可以了，超了超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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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太棒了，恭喜杨哥思思啊，得到了一个变声器话筒。现在啊，我们总观一下啊，这个已经有四组人拥有一个东西，只有双海组合，我们海盐海宝没有拿到一件拍卖物啊，我先问你们加油啊。下一个物品，一个非常好玩的空竹啊，咱俩必须得拿一个，要不然一个线索都没有。这个物品的拍卖筹码是吃大蒜。哥，这个起拍多少？三头。这我这没有那么多呀，没有串，没那么多，没有串。哥就干吃，葱辣嘴蒜辣心呢。我跟你说，这吃完了，下一趴节目能不能参加我都不知道了。最少叫价一半，请出价。两半，五半，思思十半，玛丽十六半。哎呀，丽丽十六半一次，长远十八半。啊，沈腾二十半，都给别人叫。好，大哥二十半一次。不是，我跟你说，这道题胜者一定产生在东北人里边。哎呀，哎呀，山东的不服了，山东那确实是哥。这么多人，河北的，河北的，哎呀，河北的，我跟你说，比山东还能吃。河北的三十瓣，哎呦，我要给河北人争光。你真能吃啊？他吃，他也河北的。不是，我跟你说，蒜三十瓣，没有面没有串的前提下，非常非常烧心。别都弄坏了，这样我叫三十一瓣，这事儿别往上争。三十一瓣，不能让腾哥再拿那个什么了，一会儿腾哥。走了，不能让大哥受这罪。唐山人三十二瓣，三十二瓣一次；齐齐哈尔人四十瓣，唐山人四十五瓣。哎呦哎呦哎呦，我四十五瓣了，大哥。河北人五十瓣，唐山住五十二小区的五十二瓣。哎呀，五十二瓣了，哥，别叫了，哥啊，哥，哥哥。五十二瓣真的受不了了。我们海盐盐宝没有拿到一件拍卖物，真是受不了。五十二瓣我感觉费劲了。要不就算了吧。嗯，要不就算了吧。哎，五十二瓣一个人吃还是一组人吃啊？一组人吃吧，一组人吃啊。六十瓣。哥哥，六十瓣，完了，六十瓣了。不能让大哥赢了，大哥线索已经很多了。六十一瓣，六十二瓣，六十五瓣，六十五瓣了。东北人再给他下一个瓣。我是觉得后面还有东西，不着急。为了弟弟妹妹的身体啊，身体身体。六十五瓣，成交，来吧。
你俩就当相当于对人家喝啤酒就花生，你俩喝水就大蒜，来吧。哎，行行行，你要是实在啊，吃的时候太辣了，就可以喝点这个酸奶啊，可以喝点这个酸奶。行，来吧。大大方方的吃，吃不了了就去跳。你们慢点吃，慢点吃，那么吃，我跟你说，那个胃辣的受不了。这个节目哈，它不是真的让你俩吃，你俩吃不完可以跳绳。不是，这是这样，你现在吃完没感觉，你胃受没错，一会儿受不了。别吃啊，别吃啊，不吃啊，别压着，别压着，不喝，不行了。拿张纸。吃不了了之后呢，你们又失去了对这个东西的拍卖权，它就流到了大哥那组。不是流拍了，就是流拍了，就下一个了。你去过拍卖行没有啊？蔡伦，我拍死你！算了，那流拍啊，这件物品流拍了，咱们就少了一件物品。没赢，但是也成功了，没有让他们拿到了第二。是的，是的。坐下吧。哎。哦。哎呦。没事儿，这没事儿，这没事儿。哎呀。你先在上面。哎，适应适应。一个了已经。哎呀！五个，没事。哎呀，我为什么蹦那么高？哎呀，我哎呀！啊，完事了吗？蒜也吃了，绳也跳了，完了啥也没得着。这个战术，真哎呦！接下来的物品就不流拍了，而是说顺延到下一组，所以大家注意这个规则的改变啊，好吧？有请我们下一件拍卖物，一个按摩泡脚桶。哥，这给你弄一个啊。行，我这椅子是有，就差个盆了。没错，是一套啊。这个的拍卖条件是考验大家的肺活量啊，大声喊啊的秒数，10秒起喊。来，成员是20秒。玛丽40秒，陈丽姐40秒一次，海银45秒一次，50秒，给个机会吧，哥哥，60秒，啊，丽姐60秒一次，60秒两次，大不了再跳一次嘛，海银71秒，71秒一次，八十秒，八十秒一次，90秒我就，90秒一次。啊，等，哥，他达不到，不让他们做。行，90秒，成交。来，海银海宝，你们谁喊呢？海银喊，海银练过声韵，最小声是多少声？多大声？啊，他达不到。那准备好了啊，准备好了，3、2、1，开始。啊。他也就30来秒。他俩是一直对自己的结构啥的都不太了解。这是说30来秒，没到三十秒，不是学声乐的吗？不是，29秒，留拍到第二组80秒，对，有请第二组80秒。你们先跳绳去。1、2、3、4，5、6、7、8、9、10。我俩一块喊行不行？行。谁时间长算谁的。行。来，3、2、1，开始。你看那继续。哎呦，吓我一跳！好招数啊！你还是别看了。啊，还有最后10秒啊！坚持住！坚持住！不要笑！
你晕了就靠着我，但声别断。哎呦，我绝对没喘气儿。我个人觉得还是算过。这个你过得不服啊？这个音量跟海那个海银差的有点。不是你，我还特意问说最小声多大声？你说对呀，对吧？不是，那就这样，你要坚持八十秒，这算你的。行，好吧。来，大哥。三、二、一，走。三秒钟。不是，玛丽，你没出声啊你？啊，你带我呀？你这那天来一起来一起。这不算啊，哥，已经完事了。你不能老这样，哥，我那八十秒都坚持完了，你愣给不算了。干不，我俩跳长。来，咱们也得站着。开始。不是他刚那种呼吸方法就希望就不太大，就全吸这儿了。对，全吸肺里。你应该往肚子里吸。二十多秒。还有六十秒，还有一分钟。我来给你挽，可以了，一半你再加上我那二十多，够了。最后那个打点打住了，哎，那打点打住了，这个底收的特别好，哥。哥，急救车，快！行，今天先录到这儿，先到这儿。这可得不偿失了，咱们这一季就到这儿吧。既然是收官之作，那这组确实刚才很努力的坚持到了八十秒，是坚持到了，不容易，真挺难的。恭喜优先拿到两样物品，可以，恭喜。有两条优秀的线索，你们拿着它，有大量的时间啊，出去找下一条啊。行，恭喜二位，离开啊，离开我这个培训场所啊。恭喜各位，不容易，拜拜，加油你们。出去了之后一定要找王大爷找来拿下一个线索呀啊。接下来啊，第二组人离开还有一个线索啊，这是最后一个线索，希望大家争先恐后啊。来，请拿出我们下一件拍卖物，一个超级大史莱姆。它的拍卖条件是喝潮州凉茶，咱们一个单位是半杯，以一个单位起叫。三杯，六个单位。四杯，八个单位一次。我们得努努力了。玛丽六杯，丽姐六杯一次。啥呀？思思十杯。哎呦我的妈呀，十杯一次。六杯，你为啥不喊七杯呢？压气势上压着他。十二杯一次。哥哥们别假了，不行。十二杯两次。Sold out。我觉得让他慢慢喝，咱接着拍下一件吧。你先喝着吧，咱们接着拍卖。你喝不完，我到时候还要惩罚你啊。你就直接跳绳得了，这就不要胃喝坏了。到我这怎么都跟胃有关？就你到这儿就特别要强，咱也不知道为啥。你本来这是王生思的，你非得喝。这什么线索？七等于，那是等号吗？七二啊。好像应该是等号。大爷，您能不能凑齐了这个鸡蛋呢？哎，快，不，能不能帮我个忙啊？他这今天啊，微博只要集齐30个赞，他就能送我一筐鸡蛋。哎、我想要这个鸡蛋呢。现在这个摊位里啊，每个摊位就有蛋。你们能不能帮我攒30个赞？只要能帮我忙，我就有一些。好消息告诉你们，没问题，30个赞啊！好嘞，谢谢你们，别客气，赶快快点！哎呦，来一杯纯真禅酸奶，
好吃到你跳起来，丰富的小料不用去猜，跳跳糖得到我的青睐，就问你到底爱不爱好吃到跳起来的酸奶零食，享受美味事不宜迟，料食才真才是纯真。 Cheers。 这你合适，我合适，这又不是快板儿。OK， 我们规则非常简单，就是选择令角，然后我们来押韵。一嗯安，你们一组人就押出六句话就 OK。 一 OK。这你合适，这有点太简单了。你拍一，我拍一，两个小孩吃曲奇。哎，你拍一，我拍一，不能重复的。三个小孩吃曲奇，不行，不能重复是吧？肯定不能重复啊。李派七去吃鸡。大家都以为我傻，其实我一点都不傻。吃完鸡之后啃曲奇。谁会跟一个傻子较劲？吃完曲奇去打的，打完的之后我每次唱都会咬到舌头，能不能教教我？哇，这太难了，这个咱换个别的游戏。好，慢走哥，拜拜拜拜。这应该是你的强项。您好，来了。哎，您好，您好，您好。等你们半天了，抱歉抱歉，慢了点，比他们快。嗯。拿出我们的下一件拍卖物，一个足底按摩器。起拍条件是抽二条啊，就这个抽二条，抽的人不是我，是我们的左哥。好吧，各位，三个起抽，三个抽沈腾，三个抽大哥一次，五个抽宇哥，我去，都叫对面，十个抽宋阳，哎呦我大逆不道，大胆，马丽十五抽，沈腾十八抽，你对叫，十八个成交吧，那咱们就先抽大哥，你这样来，你先抽我一下，我感觉力度，你来一下，我尝感觉一下力度。我轻轻的。什么轻轻的？你使劲全力，你轻轻的干什么？隔着衣服抽也没事儿。哎呦！爸爸听着太疼了，梆梆的。不好意思，大哥，你应该是了解的，就喜欢来真的。是麻花了哈，你啊。我会签约的。哎呦，合同还在啊？在，合同还有个四年。这手怎么还抖了呢？你怎么手抖了呢？你是抽的啊？我打了。别拿拳头抡上啊！好。哎呦，两个，三个。四个，这个假的，这个假的，这个假的。你就真抽，你这样样。哎呦，看一下。他都已经红了，已经抽红了，已经抽红了。五个，六个，哎呦！认真的，别攥那么死。他要跑都跑不了。不是，他是这样，如果你不把那么死呢，你抽他还上下还能有个余。你给我把太结实，你再给我抽折了。对，这给我抽肿，最后六个在这儿呢啊！左手不要吃饭吗？不是，你看全肿了。你看是。哎呦我天妈呀！哎呦我天！这啊这！你看最后一个，走，还有一个大哥。都红了。来，最后一个了。使劲，我看你有多大劲儿，使劲！哇，这比蒜辣呀！这行，恭喜大哥大姐得到了这个脚丫板儿。不好意思。OK， 谢谢。就得这么玩儿。这几个线索啊，说线索收住。恭喜啊！恭喜我们的马冬梅和夏洛组合成为我们的第二名，恭喜！恭喜大哥大姐，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恭喜，谢谢。好，有大量的时间啊，好了，去找下一个线索。天都黑了，抽完。哎呀，这个游戏真的是，七
现在有多少了？啊，我说一下游戏规则啊。行。一共有五种手势，第一种是波波攒，攒防波，我玩过。对，好好好。波波攒，波波防，波波波，漂亮。一个攒是波，两个攒是枪，三个攒是炮，炮是最厉害的，枪比波厉害。防的话，只有炮是可以无视这个防具的。哦，明白了吗？明白了。大春，你看明白了吗？来，咱俩来一遍啊！来，准备。但波波反应慢，咱慢点一点。波波攒，波波攒，不能连攒两次。这没有赢，这不就能赢？就是你得，你趁他攒的时候你发波就行。你趁他攒的时候你发波就行。明白吧？我再试试来，来，波波攒，波波防，波波攒。对，你赢了，我赢了，赢了我不算英雄。我请出我的师傅，再跟你们战胜一次。还有师傅，来，有请我的师傅。哎呦哇！哎呦哇！师傅好，徒弟好。师傅，他俩赢了我。您好，师傅。您好，师傅，这是牙已经掉了，牙给剥掉了，是不是？牙呢？没防住。波波攒，波波防，波波攒，波波防，波波攒，波波炮。KO。师傅，你也不行，我能行，是你不行，再来。我认真了，我赢了已经，不来了，我赢了，师傅。让他们歇一会儿，师傅你也回去歇一会儿。恭喜你们打败了我跟我的师傅，给你们，谢谢。往那边走呀！哎呦，舞蹈队的，招生啦！舞蹈培训开始啦！小伙儿挺帅呀！你好，马冬梅。你好，你好，夏洛。你好，我是舞蹈中心的负责人许多人，这是我的二姑冯娇柔。你好，你们跟阿姨们学跳广场舞。谁学的最像，我二姑就给赞了啊！好好好好，要露齿笑。学的还不错呀！啊。哎呀，这个是不是太简单了？太简单了，这个太简单。对二位舞蹈大咖，应该提升难度。对，我也就这么理解。嗯，哎，那你们四个就一起吧。好，你们两组 PK， 哪一组跳的最好，这个赞就给他。好，可以。阿姨，咱们一拍站好，依次从我这边选出你们要即将要配合的学员，随便选。不许反抗。不许反抗，加油加油！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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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艾伦转过去啊，艾伦转过去。你喜欢哪个？你几岁了，还那么害羞？这个最帅的行不行？这个可以可以，好，最帅的，好，领走了。来，阿姨，你看你喜欢谁？该他们队了。我可是你的粉丝。谢谢谢谢。看完您跳舞，我也是您的粉丝了。好，来音乐了啊！艾伦，你别踩阿姨脚啊！哎哎，艾伦，你别绊着阿姨了。你看长远那组，快跳残了。夏洛在跟老师摔跤呢，这个奖。夏洛确实挺卖力的，
马冬梅暂时领先啊！左推，左推，右推。你在叫我过去啊？好，结束，结束。我们有评判标准了，来宣布。我说实话，大家都非常努力啊，但是两位老年人胜出。哇，啊、老年人胜出，来吧，贴赞吧。来个紫吧，红的发紫，好不好？哎呀，太好了。OK， 好。OK， 感谢你们。那我们呢？没有了，拿不着了，就比下去了。不是，你们待会儿可以等下一波再 PK 一下。对，你也可以等下一组 PK。我们不 PK 了，我们自己发挥。这喝不了了。他们流派了，那思思喝完也可以走了呀。对，来哥。来，杨哥来了，杨哥来了。不能刚。哎呦，快了快了快了，两瓶了，已经冒汗了。哎呦，哥，你悠着点，哥啊！恭喜恭喜，杨哥还有思思老大哥啊，成为第三组。来，请拿出下一件拍卖物啊，它是一个快递盲盒，平板支撑，五秒起拍。这都得一分钟起，我敲吧，哥。来，有请田老师来一个一分钟的平板支撑啊！来了，一分钟平板支撑，现在就抖上了啊？是吗？那不合理啊！抖，从头抖到尾，但是一直能坚持下来，就是这么有自信。多少了？时间到！哎呀，没问题！恭喜田老师，恭喜大汉师哥啊！不好意思了，弟弟妹妹们。各位呢，赢得的将是一个恐怖的惩罚，一个啊，两个啊啊，哇！这是王大爷吗？好像是哎。请问是王大爷吗？对对，我是王大爷。怎么了，王大爷？年轻人，给我帮帮忙。哎呦，哎行啊，哎行，小伙啊，是不是态度不错？我裤子掉了，金丝小伙还行啊，行，缠一块了，感觉非常好，给赞。哎呀，不易啊，红的发紫啊，谢谢谢谢，那够了，拜拜，加油，嗯。快点快点，我这鸡蛋都快熟了。快快快快快快，都凑够了吗？哎呀哎呀，谢谢，给我鸡蛋，好嘞，给您一个鸡蛋，给我的我的鸡蛋。那我们的线索呢？哎，线索来了。你们不是想知道你的答案吗？答案就在我们这个培训中心那片草坪正对面那个大楼里面的答案室里。答案室，答案室，快快快快快快快，谢谢大爷，谢谢。一道四则运算题，去了去吧，谢谢。咱们遥遥领先，咱们这组太强了，确实太强。无论从智商、体力、颜值各方面，没想到两个这么优秀的人被分为一组。哎呦哎呦，要不他们是打春呢？梆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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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梆。我们出来了，刚出来，一个线索也没拿上，睡着了是吗？在里。这也挺厉害的，一直是最后一个啊，保持的还不错。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哎，王大爷你好！不不不，哈哈哈，你又输了。你还有别的方式不？没有。比如说踢毽儿，你看你这有这毽儿，我俩要踢够多少个了，是不是也给我们个赞？抽不着了呢。哎呀，旧伤复发了，小鹿别玩了，小鹿，小鹿抽风了，不允许用踢毽子的形式，好不好？好，来音乐了。你说真还行，这俩太漂亮了。哎呦，哎，可以哈，可以。说实话，好，这组太棒了，直接给赞。哎呦！飞黄腾达，
波波房，波波波。哎呀，别生气师傅，谢谢谢谢。佩服我了。师傅息怒，师傅。今天我们打扮成这样很不堪。哎呦我的！没想到大家一块比了，山外有山，回家之后再吃个的鸡蛋。我们现在拿个赞，赶紧去给大爷换鸡蛋。可以，完成了，恭喜恭喜恭喜！去答案室，一切都知道了。拿着这个，让别人看见。走是一动，赶紧去。好嘞，谢谢大爷啊，拜拜大爷。档案室四则运算题，又是数学题，数学不行啊！大早上起来，咱们是侥幸出来的。你这回看能不能跟早上一样，你再蒙一个。遥遥领先。哎呀，哎呦，正好到了，终于翻身了。校长寄语：埋头前行不是生活的正确方式，有时候我们需要停下来多看看听听身边的风景，你会发现原来路边打瞌睡的流浪汉也是一个伟大的诗人。找一个路边打瞌睡的流浪汉，问一问是吗？就这信息是吗？咱们要找什么呢？田雨吴玉汉档案，沙漠马冬梅档案，王成思宋阳档案，咱俩的呢？大锤孟特，哎，就是咱俩。我是孟特的妈妈，我是个特别节俭的人，我喜欢一大早去菜市场买最新鲜的菜，我喜欢晚上和老闺蜜们一起组团网购。可是孟特老说我爱占便宜，还经常责怪我爱往家里囤东西，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自己爱买衣服，可以买促销活动的东西，为什么我不行呢？是啥意思？然后呢？啥意思？咱把这信藏起来吧，伦。喜欢拿呗。这都拿着。下路马冬梅档案，这档案室到了。别惹！哎，你给我看一眼，这是我们的，你给我看，你们有你们的，我看一眼给你。你找到你给你们信，我告诉你，你找到给你们的信就行。你怎么不说话呢？他的提示跟哑巴有关吗？赶紧找吧，赶紧找，赶紧找，赶紧找，走走，找流浪汉去，找流浪汉去。你怎么都告诉你？说顺嘴，但是他俩没听着。他俩走的时候说：“咱们去找流浪汉，要不然咱俩去找流浪汉。”这骗子，把这环节跳过去。他们肯定是骗子。你俩行不行？这组看不下去了。啊！这样，阿姨留在场上。咱们来一个 pose 动作，如果他们两个刻画的惟妙惟肖，那咱们就让他过。哎，就这个动作，好，停住。好，复刻吧。妈，挺可怜的。对，可怜，我俩都特可怜，一天了一个线索也没有，你俩就给我俩吗？可以给。说的我眼泪有多，我都有眼泪了。多鼓励新人，多给新人一些机会啊！谢谢谢谢谢谢。下落下落，你拿第一。你第二句啊。七六五四三二一，
夏洛对冬梅一心一意。哎，其他人都是夏洛弟弟，你俩在旁边想学习，永远不能够拿第一。可以可以，那我得 battle 呀。可以 battle 啊，来吧，两组可以 battle。 battle 吧，来。让我说 rap， 我嗡嗡嗡，是不是行？可以。大哥大姐教我们是杠杠杠，对吗？这不是嗡嗡嗡嗡嗡嗡杠，怎么不听题呢？嗯，结尾。嗯，就是我们拍摄现场有大灯，这是。哎，对对对。哦，知道了，知道了。大灯点着，嗡嗡嗯。我们拍摄完成回去把桑拿蒸。哎，我俩饿了把馒头蒸。可以。我感觉这个环节有大坑。我俩在这儿撒一张。可以了吗？你们刚刚其实已经过了。哎呦，谢谢谢谢谢谢。但是你们还要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再来一遍。他们是那个刚才单组的时候就已经过了，你们白 battle 了，白 battle 了。对，今天怎么这么难呢？怎么这么难呢？流浪汉啊，那不是吗？打瞌睡的流浪汉。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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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您好，哟呵，哎，干嘛呀你们？你从哪儿来的呀？我们从那档案室来的。你们是看了校长的寄语才找我来的？对对对对对对对。你们看一眼啊，我这后面呢有90个宝箱。你们可以根据手中的线索进行计算后，在90个宫格里挑选一个数字箱，并带走里面的东西。那得对对吧？七等号啥意思啊？你那张卡写的什么？公式题，四则运算题，四则运算。主要是咱信息不全，你知道吗？嗯，咱不知道他们那个拿的是什么。你们要是实在想不出来的话呢，我这儿呢有一道谜题。如果你们能够解开这道谜题的话呢，就可以离真正的珍宝更进一步了。这什么意思呀？提示就是你们要去理解这道题啊。好好的理解。这是个数吧？嗯，七十是吗？七十。如果是往上填数的话，这三道杠没有别的选择，要不就是八、六、三、九的可能性。嗯，不，那这是个啥呢？这是等号吧？那不是能仨等号啊？三道啊？不知道啊。凭智商怎么可能能算出来？肯定不是盒子的事儿。我看见了。嗯，我看见了。你上吧。有吗？咱们。啊？是咱们。是咱们。换成四这样的。你这是谁的呀？这是高海宝和李海银的，你给人放好。四则运算题，路边流浪汉，走。等到他那儿之后，可能还会有别的消息。哎 ，Hello， 什么东西？找档案。你刚才看见流浪汉在哪儿呢？那。走走走走走，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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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那是谁刚过去？还赢了还完了，他们不行，咱们太慢了，快点儿！我不要留在这儿，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回家，回家！这得怎么找？哎，这是吗？这掉出来的纸是什么东西？哎，这是什么？为什么老人不能成为时髦的老人呢？我是王老师。哎，啊，哦，他们把咱们东西藏起来了。藏起来了。这帮厮到底是谁？回头那个看一眼啊。爸，你还有脸笑啊？哎，当然是，当然是。这是哥，哎，分享分享。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线索。我这也是。都一样吗？那行。咱俩，你看今天都是高开低走哈、啊。最开始赢的特别快。不，现在累计咱俩肯定赢最多。是吗？肯定的。档案室就这里。哎呦，还找呢？哎呀，不是早就跑了吗，姐姐们？你们是不是有线索算是确定来了，姐？没事。这个是怎么算？能不能这是怎么算？嗯、来找吧，找一道四则运算题。这跟咱有关系吗？校长那个不是杜边打出这流量号，我们去找他要珍宝。哥，我们走了。他们都翻的差不多了吧？哎，你们上去上面看了吗？没有，因为上面你看这上面有脚印儿。我上去看一下。有吗？有。你看，拿下来我看看。下路马冬梅等啊。你看，哎呦，你看，我就看到脚印了。谢谢弟弟，谢谢弟弟。不是姐，那行。我们这今天一天都不知道是关于什么的线索，他们都藏起来了。哈斯本的海英海宝扣五分。什么玩意儿啊？这你们还要再来一遍，再来一遍。最后得到一个线索。我想回家。我们两个呀。你俩这藏挺好啊。我们也是从上面拿的。来，那个你们是不是也有张卡？对，咱信息勾。你刚刚藏了盒，然后现在就想信息沟通。嗯，我先给你们看。你们那是什么呀？四，一样的，我也有，我们也是这个，也有这个。四号里面是啥？那我们随便拿一个吧，随便拿一个。来，把那个拿出东西以后交给我啊。一个组只能拿一个。这是什么？这是什么题啊？数独吗？这个是需要你们用智慧跟理解来解开这道题。听见没有？等一会儿啊。醉汉说的全是废话。你这你啊，来吧，这是你们选的，这是句号啊。来，拿走吧。是个什么玩意？现在需要拿着你们选中的符号，正确的拼出培训中心的名称，计算最终胜利。如果你们选错符号，那么你们将需要返回到老张头处，获取新的符号。您好，你好，您好，老师。啊？有没有什么活啊？不清楚啊。来，我告诉你答案是什么。嗯。对不对？要不理解，没毛病吧？显然是不对的呀，对吗？这还不对吗？如果对的话，应该这个灯是可以亮的。那你把解字往那边挪点，我把这句号放这儿。那不还是不理解吗？不理解句号。我觉得一定是理解要在一起吗？理解不？
哦，理解过是吧？那咱把我把布袋挪到那边。理解了不？这也不对啊，咱拿的这个句号也不一定是一个正确信息啊。那我就把那还回去是吧？对，还得去哪儿？你等会儿，还有惩罚呢。什么惩罚？我得把这棍儿啊，杵我们身体里，从那个袖里穿过去，穿过去，然后你把胳膊伸开。哎，为什么圆你要帮他给我？哎呦，这个是这么难受的一件事情。我说这棍儿是干嘛的呢？理解，他为什么还要给个笔和橡皮呢？我是觉得这个肯定是一个数，换个顺序呢？难道是英文？他为啥不直接写？一，再给个提示，大哥。大哥，你别笑，你给个提示。有提示吗？有提示啊！来啊，当然有提示了。那你说，提示就是你们要去理解这道题啊。不行，就靠运气吧。对，这真的是理解。也得猜，他们一会儿肯定还得回来。太难了。你看回来了吗？哎呀，又回来了！换一个，我还给你。再看看那道题不行。行，我们再看看吧。哎，他们在那儿呢，他们干嘛呢？但咱没有看到流浪汉呀。不知道啊，我们去看一下。这谁是流浪汉呀？他是流浪汉。哦，你们是看了校长这个寄语来找我的，是不是？就是怎么理解这个是吧？对。啊嗨，这个东西是不是这么看呀？啊，不是吧？是这样吗？有的时候会是这样的。咱得把线索稍微汇总一下。消息共享，好不好？信息共享，好不好？你什么线索，哥？你们什么线索？我就是四，四，我们是八，咱们还有个家，我们还有个家。说这个，你打开看。还有什么？大伦，你们的线索是什么？我们是七等，七等于，那等于我们所有的这个线索就是，是不是就这些啊？七四八加等于八加四吗？不是，他还肯定还有别人。嗯，就是腾哥和那个阿丽那边，他们手里有四五条线索呢。哎呦我！哎呀，咋了？别揉了，这草太硬了。不行，别闹！大哥有啥线索呀？线索，我们再找一个流浪汉。这个是公共的线索，大哥啊，流浪汉是公共的线索啊。来，有一道谜题。如果你们能够成功的解出来呢，就会离这个真正的珍宝啊更近一步。我最不会算这玩意儿。这是数字吗？这是不是这俩字儿啊？你写上了。那我觉得这个是王字旁，应该是。那也没觉得。不是，你算数字，你就把这个整明白了也能解开。不是，那也不可能解出来。你解不出来，我们这个可以。我们这线索足够多了。足够了。那谁成谁呢？就这俩坎儿了。按顺序。咱俩白天那个线索先拿的哪个你记得不？
都忘了。完了，那全忘了。我记得最开始是个七，是个八呀。大汉，这是怎么算呀？是不是这么看呀？一二三四，我这是七，九，他加他减他乘以他再除以他，一二三。这逻辑是什么呢？我算出来，我算出来。你过来干嘛呀？你得去算理解题呀、啊。这是什么环节啊？先去那解题，然后再到过这边。我们只有个这个。这是什么？他给的呀。那你比划吧，比划吧。啥比划？理解不？这不理解。不理解。你咋算呢？他是这么算的。这一个格子代表数七九五六二，正好是一二三四五位数，所以它们中间只要是四则运算，七加九，九加五，五加六，六加二。我是这么算的。什么意思？四则运算题是不是理解为算了四次啊？错了。那回去吧。回来，回来。惩罚。就这俩坎儿了。早上想的，想一想，第一个拿的应该是个八啊。应该是个八啊。拿好了。应该是个八啊。八加。完了是四，应该是。第二是乘吗？这几个线索，说线索收住。七，八加四十二，十二乘七，九十四，九十四，八十四吧？哎，十二乘七，二七十四。妈呀，这八十四，八十四，八十四，不对呀，都没有这个道具。拿着这个，别让别人看着。培训中心啊，明白了。四则运算题，先乘除后加减，先乘除后加减。四七二十八加八，三十六。三十六，三十六，三十六。来吧，这个有，这个有，来。这是个啥呀？叹号。恭喜你们闯关成功！啊！啊！就这俩坎儿了。早上想的，想一想。他这肯定是往里填什么，不是数数啊。把不理解化为理解，就有机会离开。提示就是你们要去理解这道题啊。理解。换个顺序呢？难道是英文？难道是英文？哎，你看看拼音行不行？你把阴影以外的涂出来整。了以理。七里里三六，谢谢，还是努力啊！不，叹号，理解。
恭喜你们闯关成功！耶！哟，妈！救命！救命！呀呀呀！在我心中。太难了，这抱起来拼一下。哇！优先拿到两样物品。遥遥领先。你解不出来，我们这个可以。我们这线索足够多了。足够了，足够了。来吧。我是王老师，是小王的爸爸，是大汉的舅舅。我是夏洛的妈妈。我是思思的爸爸。我的爸爸妈妈很爱我。我们是一对长相几乎一模一样的表兄妹。一个是父亲写的心里话，一个是儿子写的心里话，其实就是想互相能相互理解理解。我想把爸爸妈妈送过来，希望他们理解我。把爸爸妈妈送过来，那咱们来到这儿，原来是舅舅给我送过来的。培训中心，欢迎来到不理解培训中心，这里因为不理解而生。我们的理念就是希望把所有的不理解部分都化成理解。这什么地方啊？咱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我们的梦想就是以后成为职业的游戏开发者，开发更好玩的游戏。为什么连我们的梦想都要阻挠呢？我不理解。咱换个别的游戏吧。我更想要的是和他们聊天，让他们好好听我说话。他们说我说的话他们根本听不懂，这可都是最近流行的大热词汇语句啊，他们就不能为了我去学习学习吗？小孩都是他们有一些他们的语言。我喜欢盲盒，可他们只会说就是一堆破玩具。我喜欢说唱，可他们只会说我无病呻吟。我们应该进到他们那个世界里面去学学他们的沟通的这些技巧。每次听说有新奇的食物出现的时候，我总是会去试试，但是我爸妈总是教训我，永远不让我尝试新鲜的食物。我是个特别节俭的人，我喜欢晚上和老闺蜜们一起组团网购。可是孟特老说我爱占便宜。我每天必须出去跳舞，可是我的孩子和我的小外甥总是说我爱扰民了。广场是一个热闹的地方，有人和我说话，有人和我跳舞，可以暂时让我忘记孤独。可夏洛总说我跳广场舞很浮夸，不让我去。这个臭小子也不知道理解理解妈妈。哎，有时候确实觉得广场舞啊呀有什么可跳的啊，闹闹哄哄的，其实他们是因为孤独。就代沟问题，我们应该是想办法解开这些不理解，让家长跟孩子能有更好的沟通。其实沟通最重要，扫平沟通障碍。你是不是不知道谁把你送进来，现在才知道吧？妈呗。因为你不理解他，你不让他跳广场舞。我觉得咱俩老了，我是有可能去跳广场舞。你呢？我可能是别的。哎，恭喜大春儿孟特组获得了今天的胜利。哎，恭喜所有学员顺利毕业，成为我们的优秀毕业生。作为本次培训中心的委托人，我将委托传递给大春儿和孟特同学，邀请你们成为我们新的广播员，为下一届学员量身定制理解计划。请谨记我们的初衷，不理解。来呀，咱也蹦起来呀。哎呦，你看你看人家。哎呀真好。哎呀哎呦哎呦。哎呀。
我们为今天获胜的大春和孟特同学准备的奖品。哇！这个奖品呢，是来自我们《夏洛特烦恼》电影里的经典元素夏洛和马冬梅的乐器和标枪做成的奖品，非常值得纪念。没有想到多年以后居然没有物归原主。天天，你给大家介绍介绍你自己呀。大家好，我叫天天，今年七岁了，这位是我爸爸天霸。人先介绍自己，你就又扯到爸爸这儿来了。我看你这么瘦，你是不是学跳舞了？我每星期一还有每星期日学跳舞。每星期都学？对啊。哎呦，那天天你能理解你爸爸妈妈为什么让你学这么多吗？哎呀，文冒汗了。我不理解，就是我每星期四在小学最后一节课是硬笔书法，为什么我上完六四维班还要上一节书法？我明白了，我把书法调到周三。周三我不有钢琴吗？钢琴调到周四，这样你就理解了，是不是？理解爸爸，用心良苦，理解了吗？天天。我是觉得呢，其实要尽量多的给他们以机会去培养他们自己。对，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又会变化，我们只能说在他有能力的那个方面，他有兴趣的那一方面，尽量给他以帮助，那么让他在那条路上往前走一走看。孩子的兴趣是培养出来的，他得需要一段培养时间，然后让孩子去选择。是是吧？对。哎，天霸，你像天天他有他不理解的，你有没有不理解天天的？我有，主要是学习。天天回家以后第一件事不是写作业，作业永远是到已经剩睡衣躺在床上那一刻，我问一下，我说有没有作业，天天有啊，特别不理解。哎，天天，那你为什么不写作业就敢睡觉？你不怕明天老师检查吗？作业我忘写的话，我没写话，躺到床上的话也睡不着吧？没啥感觉，没啥感觉，没啥感觉，就是心大。那心是真的大。哎，天霸，你现在就是说你有了天天以后，你觉得你跟以前有变化吗？有变化。我妈对我的教育基本都是压力教育，就从来没有说过你想买什么给的，也没有说过你想不学什么就不学的。这种教育呢，我在这块我就想改变它。然后等有了我以后，我发现奶奶不是对我跟爸爸一样，奶奶反而是对我超级好。对，隔辈儿吗？隔辈儿亲。我妈对我的教育到天天这儿全变了啊，孩子要啥买，所有那小摊儿的东西基本买遍了。然后每次一回来给各种吃的，从早吃到晚，就这个我挺不理解的。哎，那你会跟他们产生矛盾吗？一开始矛盾，嗷嗷矛盾，水火不容啊，就觉得教育方式不一样。现在越来越理解，理解了啊，越来越理解。哎，现在咱们这个年龄，其实真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对，以前这句话就是听啊，经常听到，但是没有感同身受。比如说啊，以前我妈给我打电话，我总觉得太磨叽了，每天问吃没吃啊，你干什么呢？哎呀，忙呢，永远是这几句话。我在想，我也没事，你老给我打什么电话？其实真的是因为他们太空虚了。现在我会主动给他们打电话，因为你要多陪伴他，多跟他聊天，哪怕说一些无聊的，他也会觉得他有一个依靠，他也感觉到了爱。对，我妈给我打电话第一句话永远是：“儿子，耽误你一分钟。”那是你以前的态度不好吗？我非常不好。不提伤感的事儿啊，不提伤感的事儿。我觉得今天特别感谢啊，感谢天天爸爸和天天能够来我们开心麻花来做客。哎呀，太好玩了啊！我们麻花还有小麻花呢。你喜欢演戏吗？不喜欢。你喜欢看戏吗？喜欢。对，有机会请你到我们开心麻花看那些小演员演小麻花，好不好？小麻花。对，都是你这么大的小朋友演小麻花，欢迎，感谢，感谢天天爸爸和天天。麻花更开心，让我们一起。
更开心。欢迎来到半决赛的现场，两个不同风格的 AI 在左右移动。好棒，康复了吧？没康复，怎么站在这儿了？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说什么说？都不是你写。第一届多渔村咸鱼消费大赛，来到现场的呢，欢迎沈厂长、宋厂长、马厂长。今天肯定第一名非我们莫属。旁边这老头是哪来的？上手机天猫 APP 下拉二楼抢麻花专属优惠，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感谢手机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重点联系微博幽默。登录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搜索麻花特开心，让你更开心。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看麻花特开心，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让你更快乐一点点。打开微信搜一搜，搜索麻花特开心，看更多精彩内容。中华万年历 APP 陪伴成长，记录一生乐趣。更多精彩节目资讯尽在三零零一刻相册，无损安全配备，更懂你的智能云相册。天哪！三只眼睛，三只眼睛，来，五只三只。我这辈子没赢过石头剪刀布。你把我吓一跳！哒哒哒哒！哎哎！我上这玩意儿绝了。哥，咱不是把这两块板都搁地下，哥。加油，帅哥！哥，咱身体最重要啊！他腰闪了。宝 ，Oh my gosh！ 对了，远神队的呀。我觉得是小宋。玛丽，自打录这个节目，你有实话吗？哎，沈老师，哎，岁数大了，心眼还变小。马厂长那个人啊，我都不好意思说，在船上说了啥？哎，你这么离间可不行。多少年的友谊，就这种态度吗？哎呀，麻花，这可是麻花啊！你能掰麻花？你的热爱正在热播。